来往的哭泣，来怀念欢喜。三位圣诞节你去哪？大家一起去看小日子庆祝咯。那一定是庆祝你啦。大圣诞梗要陪佢啦，带晒嚟啦，算是带晒，带晒送烟啦。我女又想去睇雪，可能北京啦，都趁雨咁落。落嘅，落嘅。因为我自己给小日子配的音乐，所以我确实觉得这个戏真的很好看。拍的时候我就觉得已经很不错，但是实际上剪出来之后，我觉得超出我的想象，很震撼，场面很大，又很感人，所以我觉得是最年轻的和最大。我觉得是一个中港台三个地方的演员凑在一起，然后一起拍一个很经典的一个题材，很难得的一次，加上二位的经验出来应该是不错。终于等到一部电影，剧力啊，剧情啊，完全就是有导最强的，像《无间道》那个感觉。看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震撼。我应该十年有一个经典，付出很多很多努力去拍这个水的字。我拍这个东西是很满意的，所以希望所有人家喜欢看这个。泪光渐渐清晰，让过去就让它落。